第39题，对于地球上同一地点的甲70公斤重、乙50公斤重两人，试问下列叙述何者正确？A. 甲和地球间的万有引力比较大，甲是70公斤重，就表示地球吸引甲的力量是70公斤重，也就是甲吸引地球的力量也是70公斤重，它们彼此互相吸引量就是70公斤重。那么同理。那么，乙跟地球彼此吸引的力量就是50公斤重，所以甲的万有引力是70公斤重，比乙的万有引力50公斤重大。选项 A 是对的。那么，选项 B，甲受到的重力加速度比较大，这个是错的。在地球上，不论东西的质量多寡，它的重力加速度都是一样。我们所背的是9.8公尺每秒平方，所以呢，选项 B 是错的。所以同理，选项 C 也是错的。我们甲乙他们的重力加速度都是一样，都等于9.8公尺每秒平方，所以呢，B、C 都是错的。猪甲乙两人之间没有万有引力也是错的。任何两个具有质量的东西之间彼此都会互相吸引，所以叫做万有，大家都有，有质量就有。所以说甲乙之间没有万有引力是错的。所以第39题问我们说，试问下列叙述何者正确？我们答案选的是 A。甲和地球间的万有引力比较大。